最快的能达到300。300应该已经是高铁的速度。300到400已经。我们更专注的是无人机的大脑，拥有强力大脑的无人机，它可以实现精准的定位，甚至避开非常快速的障碍物。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，你的预测以及你的看法，那是机智过人还是技不如人呢？如果他今天能发挥得特别好，到300，甚至到300以上，我觉得有可能技不如人。尽管他们现在还没有用到最强大的计算能力，但是我想这个机器人发挥的这个在最好的情况下，我猜测机智过人。我们相信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应对这样的挑战。能够感觉到球速非常非常的快。哦，有时间给你，你可以再次调整自己的策略。加油，加油！只要打中一球就可以。